如果定制方式实验室内一切就说得通了，怎么不通吧？你想啊，万一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时空穿越的实验呢？但以目前科研水平推算，全球还没有哪家实验室能够掌握时空穿越的技术。人家科研内容都保密了，你当然就不知道了。再说了，他刚才说的那个实验室。 小张啊，我记得1121九四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归档了，怎么不见啊？啊，你把监控给我调一下啊。众人怎么了？我们是他接待的客人，你让我们过去呗。不行，你们不能过去。我们是来做采访的。那也不能过去，警察说了要封锁现场，谁也出不去。回去吧。